走进周易，带你们了解中国式思维下的算卦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佬。今天我们说一下，如果你48到68岁了，请牢记三种钱不花，三种地不去，三种亲不走，快乐加倍多。三种钱不花：一、不义之财不能花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不义之财不可取。做人凭良心，做事尽本分，一份耕耘一份收获，踏踏实实有心安。活得糊涂的人容易幸福，活得清醒的人容易烦恼。二、非己之财不能花。经手的钱非自己的不能花，花出去的钱是欠下的债，别人让你保管是信任你，你要担得起这份信任。痛苦是比较出来的，幸福是珍惜得来的。三、明天的钱不能花。人到中年，收入来源一般都会减少，手里的钱怎么花也一定要有一个规划。虽说钱多钱少够用就好，但最好是今天只花今天的钱，明天的钱留着明天花，不要只图一时痛快，到时候入不敷出了，日子就会很难过了。人生不必过于计较，看得开，放得下。三种地方不要去：一、不去赌博之地。人到老年，你已经输不起了，输了钱下半辈子就没了保障，还是留着钱好好老。幸福不是拥有多少，而是心态如何。二、不去风月之地。风月场所不是这个年纪该去的地方，一是不利于身体健康，二是不利于家庭和睦，不要到了老年还晚节不保，凄凉收场。得之坦然，失之淡然，顺其自然。三、不去是非之地。茶余饭后和朋友邻里闲聊几句可以，但不要搬弄是非，远离喜欢无事生非的人和人群，你会少很多麻烦和烦恼。过往不恋，未来不迎，当下不负，如此安好。三种亲不走：一、不走势利眼的亲。富在深山有远亲，穷在闹市无人问。你在高处就巴结你，奉承你，天天围着你转；你在低谷就低着你，踩着你，远离你，对你爱搭不理。这样的亲戚不走。二、不走太重利的亲。你来我往，处处算计，占得了便宜，吃不得亏，被金钱蒙蔽了双眼，淡漠了亲情，认钱不认人。这样的亲戚不走。一个人只有保持快乐和满足，才能远离痛苦。三、不走无情义的亲。他有难时跟你讲情义，祈求你帮他；你有难时不计昔日恩情，还落井下石。这样的亲戚不走。凡事有因果，万物有轮回，人善人欺天不欺，人恶人怕天不怕。善良是一个人做人的根本，做人不成功，成功是暂时的；做人成功，不成功也只是暂时的。上天从来都不会偏袒坏人，一时的得逞不代表一世的赢家，强求取得的早晚会失去。一直以来始终相信善恶到头总有报，因为凡事有因果，万事有轮回，凡事有因果，万事有轮回，人善人欺天不欺，人恶人怕天不怕。善良是一个人做人的根本，做人不成功，成功是暂时的；做人成功，不成功也是暂时的。上天从来都不会偏袒坏人，一时的得逞不代表一世的赢家，强求夺取的早晚会失去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为大家今天带来的内容，感谢收看，欢迎转发、点赞。